那铁花生活呢？哦，也是有许许多的明信片。那我们再来一次那个心灵欣赏明信片的时间，在这边还是请大家先再次的闭上眼睛，闭上眼睛，然后把你的两只手指头摸在太阳穴的地方。待会呢，我们会放一些心灵净化的音乐。那你再把眼睛张开，慢慢欣赏一轮我们的明信片，接着我们就会开始唱歌给大家听哦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先把眼睛闭上。那我们那个简简单单欣赏完了我们铁花生活的明信片，接下来我要邀请另外一个那个创作者，就是这一次明信片的拍照创作者，他人也在现场，他的名字叫做喜露谷，喜露谷。那他在参与这个明信片的时候呢，是一个生活记录者，他现在已经转变成我们的那个工作伙伴了哦，所以这一张明信片呢，就是他拍的一张非常经典的明信片，是一个很简单的铁花拖鞋哦，是我们也是自己设计的铁花拖鞋。那我们掌声邀请那个喜露谷上台。